深蹲呢，可以锻炼我们的臀部、大腿还有小腿，同时都可以锻炼到。那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，也非常多的细节要注意。第一个呢，双脚张开的时候要与髋部同宽，然后双脚脚尖跟膝盖同时要朝正前方。往下蹲的时候呢，我们先用屁股驱动，感觉后方是有一个椅子往后坐的感觉，但是同时间呢，胸部要挺，然后背要直。这个时候双手可以放在两肩，好，然后蹲到大腿跟地面平行之后呢，再慢慢的往上站。好，动作越慢呢，肌肉承受的重力也是越长，训练效果就越好。好，吸气往下，吐气往上。